稍等一下，我们准备轻秒。 轻鸟通过震耳的方式给你的耳朵带来不爆炸，需要你戴上耳机，降低音量去收听它。做好准备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打开今晚的轻鸟，请大家做好准备。
很像王心凌吗？不会吧。听粉丝回馈的那一组，我今天想过保障任务，我不会
一个都过不去吧。14级可以领够，你得升牌子。前面来了，所以显得发亮。我实际我是个秃头，我是个秃子。都是我后脑勺的光，我后面是秃头。下个内容是眩晕图，眩晕图是通过一张晕眩的图片给你的眼睛产生眩晕感，从而一张静图就会变成露乳的过程，需要你直播间屏幕去迷画，弹幕显示和礼物特效关闭一下，准备好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打开今晚的眩晕图。啥时候结婚？首先呢，我得找一个男人。哎呀妈呀，
放错图了。三，紫外线屏幕去迷幻。二，单面显示和流图效果。关闭一下。一，准备好，我们就要打开今晚的眩晕图。三，二，一，不是我，认真看着紫外线屏幕中间的圆点，仔细的盯着它。我们呢将会倒数十个数字，十，认真看直播间屏幕中间的圆点，九，仔细的盯着它，八，不要看向别处，七，就算看别处也要回过神来去看中间的圆点，六，仔细的凝视着它，五，再坚持一下，四，效果会很快出现，三，做好准备，二，效果会即将出现，一，准备好了吗？那么现在效果出现。欢迎我心动姐妹。虎牙不能私发图片，我发不了你。第二张图，啊，谢谢九州哥，谢谢九州哥帮我过任务，谢谢九州哥哥，谢谢九州哥的爱。三张图，三，直播间屏幕全面化，二，大明显适合礼物特效，关闭一下，一，准备好，我们就要打开今晚的悬图，三。去看中间的原点，六，仔细的凝视着它。
喜欢的话可以点一下订阅，拜托拜托。结束了，准备下一个内容了。这个不是动态的，是这都能发群里呢？哪个群呢？群太多了，你说的是哪一个？稍等一下，我们准备心灵指导，我要换一下麦了，大家听一下歌，我换一下麦。等一下，今天收拾过了吗？没有。今天我打算多一个站起来的收拾助眠，等一会儿给你们整。我先把这个前面的做完。今天不到正常点。发哪一书的群里？哪张图啊？白头发的。
在还卡吗？现在卡不卡？太少了，我也不知道我卡没卡。注意你的感觉，让你的心灵像扫描仪一样，慢慢、慢慢的，从头到脚的扫描一遍。你的心灵扫描到哪里？下一只歌，谢哥帮我过任务哦。谢顺祥哥哥，谢我吃哥哥。你的心灵扫描到哪里？哪里？就放松下来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发现你的内心已经变得非常的平静，好像你已经进入到了另外的一个奇妙的世界中。你远离了现实，你只会听到我的声音和背景音乐的声音。
其他外界的杂音。不会干扰到你，甚至如果你听到突然传来的噪音，你不但不会被干扰过了12点，反而会进入一种越来越深、越来越舒适的睡眠状态。现在继续保持你的呼吸，你要很深很深的深呼吸，有规律的深呼吸，慢慢的把空气吸进来，再慢慢的把空气吐出去。深呼吸的时候，想象你把空气中所有的氧气吸了进来。从你的鼻子进入到你的身体，然后再渗透到你的血液里，这些美妙的氧气经由血液的循环再输送到你全身每一个部位、每一个细胞，使你的身体充满着新鲜的活力。吐气的时候，想象你把所有的疲劳、所有的烦恼统统地送了出去，让所有的不愉快、不舒服都离你远去。每一次的深呼吸都会使你进入更深沉、更放松、更舒适的精神状况。注意你的呼吸，当你专注在呼吸的时候，察觉空气进入你身体中每一颗细胞，你的身体就会自动开展补充能量的过程。你越能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你的呼吸上，你的身体就会更加的健康，更有活力。从现在起，继续深呼吸，一边深呼吸，一边聆听我的指导，很自然的，你什么都不用想，也什么都不想去想了，只要跟着我的指导，你就会进入非常深、非常舒服的睡眠状态。
时候，当你觉得自己进入到催眠状态时，就可以把你的眼睛闭起来。你会感觉整个人越来越安静，念头也会越来越少。你可以很清楚地察觉到心中流过的每一个念头。现在，你感觉你的身体更加的放松了，你的呼吸速度也变得比较缓慢。慢慢的，你会感觉眼睛一点一点的沉重起来。你的意识也进入到一种恍惚的状态，但你仍然是清醒的，有一种安静的感觉，好像你渐渐地置身于另外的一个时空。有时候你会忍不住地眨眨眼睛，这是很正常的。当你每一次眨一次眼睛的时候，你就会更加的接近于催眠状态，你的身体会越来越放松，你的念头也会越来越少，你只会听到我的声音，外面其他的声音会变得好像从远方传了过来，不但不会妨碍你，还会帮助你进入催眠状态。谢谢林宇哥帮过任务。
时。手是助眠，不是要站起来跳舞。我靠！我裂开了，我这是要裂开了。对呀，难治他带的节奏，我都跟他说了好多遍了，没有跳舞，没有跳舞，他就跟你说跳舞，跳舞，跳舞，跳舞。说了半天了，他们没说跳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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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得扣工资，气死我了，得扣，必须要扣，我告诉你。你超级想跳，那行，
那你来吧，那你回来吧，你回来你直播，你给他们跳好不好？我看你这个样子，你想回来给他们跳，那你回来，你回来你给他们跳，看吧。对，回来吧，回来跳舞来。不用不用不用，你现在就回来，你现在买明天的机票，直接过来，直接过来跳舞。一天都过不去了，我心态都要崩了，你们还要挑衅我，我都变得脆弱了。今天又是过不去任务的一天。是过不去的一天，每个人都不来，每个人都不爱的。我是捡来的孩子呗。
来的孩子，谢谢和雨空的管教。都不要理我了，我下了播，我去捡瓶子捡垃圾，我去厂里打螺丝，谁让我没人爱了。真的是个捡来的，真是捡来的。还有两分钟了，没有希望了。哼，守时音乐了啊！现在已经0点了，我们每个月的超粉日撕背经验，你们要不要升升牌子？我把这个改一改。嗯，超粉日撕背。
深牌子，然后那个十四节可以领个抱枕，我给大家上个电视好吧，给大家上个电视，送个手办。你们等等再刷，我给你们上电视啊。大家可以上个电视，今天四倍经验，一块顶四块用，一个虎粮顶四袋虎粮用。大家清清虎粮，升牌子，牌子高了可以领抱枕。然后那个大家可以那个升牌子哦。我准备收拾音乐，大家先升牌子，一毛钱上电视抽一个NG的定制手办。收拾音乐，通过手势的改变来改变音乐在耳中的位置。需要你戴上耳机，降低音量去收听它。做好准备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打开今晚的手势音乐，请大家做好准备。大家别忘了一毛钱上个电视，看能不能抽奖啊！四倍经验，升牌子。Thank you.
烟火哥那是十二点前的任务，现在过了十二点了，所以他变魔术了。谢谢夸奖。Thank you.
好热呀。难吃，我的包子怎么还没到？我是忘取了吗？是放在是中通快递吗？我一个手动，一个手管鼠标。如果没有左右的话，一定要换线路试一试，可能是线路问题。Dreaming, last time was coming, now I'm home.
是没饿了跑笑了，还好热，我要把我的风扇打开。谢谢夸奖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深，谢谢小，谢谢风帆，谢谢春哥，谢谢文脸，谢谢大家的闪票。稍等一下，我准备饿了跑笑啊，送我带花篮。真的吗？花篮和花圈是有区别的，你不要送错了。知道喽。前面装修，啊，谢春哥。前面装修我就不告诉你们了，因为我要去。看着他那个弄电，我怕我素面朝天没洗头的过去被你们逮个正着。谢谢奶嘴，谢谢。谢谢喜春哥的魔法书。是的，我得在我准备好化好妆整好造型之后再告诉你们我的地址，否则我都没办法素面朝天的过去。没事的，那你再过了过了。谢谢九年，谢谢大家的礼物，谢谢林宇哥，谢哥哥们。别蹲
你说巧不巧，我的垫子和你的地方还挺近的，你说巧不巧。
前期的定制手办截胡了，谢谢我们和哥哥的话术。
气你怎么变了呀李哥哥，你要是你要不你就直说吧，恩七你是不是整容了，你这样说的话比较好，你不用那么隐晦的说，你觉得呢，就笑里藏刀有点。对，你直接说恩七怎么整容了，这就还好一点。你们直话直来直往就行，不用藏着掖着。把胸整了，看出来没？有电流吗？我听着没有啊。声带手术，还有的。
像我这么说话呢？就咱就不咱就说咱不能夹着说话呀，这样说话才得劲儿啊。就喜欢这个声音啊！能不能帮我过一下魔法书啊？我想过个任务，行不行啊，哥哥们，求求你们了，我想过任务。刷呗，不是喜欢吗？谢谢。
得切快了，还有十分钟吧。谢谢大宝贝的开动鲜活，谢谢露萨。
工资到现在都卡在里面死死了。妈逼，气死了！我刚才就是在说这个问题，他不会不给我发了吧？不是扣了一批，是因为我的工资已经半年没发了。把你写到员工里边了，5000以内不扣税。降低音量去手里拿，做好准备之后呢，我们就要打开今晚的雷切，请大家做好准备。好。
换个话题吧，不要再说了，再说我没了。我爱虎牙，虎牙是我家。你且等一下，我会给男志发工资，但是已经四月份，我就没给他发了，因为我没钱了，我这边钱也到不了账。哎呀，烦。是真儿子那些，需要大家降低音量，比刚才还要更加的炸，有种炸麦和电流麦的感觉，所以大家要降低音量喽。第二次非常的炸。对，我和南志的关系很铁，我不会不给他发，所以我们没什么讲究。
次那期，第三次是温柔的了，就没那么吵了。稍等一下哦。谢谢初中，谢谢路线，谢谢大家的礼物。第三次。第四次雷切是那个又是炸麦的雷切了，大家要降低音量，这是第四次的雷切了。宣图已经过了，过了很久了。第四次是炸麦版的雷切，大家要降低音量，非常的吵，降低音量。是黄莺的雷切。